2020年嘅第一條啊，將呢個五次方程入去啦。首先 m 五次 n 負十，然後下面係 m 嘅負四次方，跟住咧負數嘅人咧就會去跳啦。呢兩個人咧就唔開心嘅，咁佢喺上面就跳落去，佢喺下面咧就跳翻上去，所以係 m 五次 m 四次 over n 十次，所以個答案咧就係 m 九次 over n 十次嘅。